这里果然没法使用灵力。藏书楼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？相传当年穆仙长创办军武学院之时，为自己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建立了一座清修的密室。难道说的就是这儿？ 所以你真的是穆仙长的徒弟？算是吧。之前为何没听你提起过？像我这种资质，要是让别人知道我是穆仙长的徒弟的话，那不是给他脸上抹黑吗？所以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唤醒穆仙长？是，我想过要告诉你的。 可是又怕说不清楚，引发更大的混乱。你会怪我吗？当然不会。之前我也注意到，有人趁结界被破坏意图生事，我只能尽力控制局势，并无彻底解决之法。这结界乃当年木九州县长所划定，如今让穆县长苏醒过来，想必就是修复结界的唯一途径了。如此一来，我定会助你。 这是。